小新开着蹦蹦，竟把人机撞到了姥姥家，这你敢信？我靠！从G港走出来的小新一向都是一狙一喷，然而为了给太阳基地的敌人点颜色看看，直接两把686杀了过去。经过与空气的一场厮杀，小新不费一枪一弹的拿下了太阳基地，于是便给大家教学，像他这样拿下太阳基地你也可以。没有人，我靠！太阳基地启动，哈哈。OK， 咱不需要过多的操作，咱用最简单方法拿下太阳基地。学会了吗，兄弟们？咱们这个操作可以吧？学会了没有？你们如果要是就技术不好，不会钢枪啊，就像我这样，知道吧？一下就拿下了这个太阳基地。飞机也有，就里面的空投枪可能不喜欢的话，咱就不捡，捡点猫也行，好吧？大家都知道，当开启太阳宝箱后，下面还会掉下两个宝箱，中间的宝箱会与前一个宝箱相互重叠，大家要注意往下拉一下，以免错过了好的装备。叠起来的，兄弟们，这个空投是叠起来的。虽然说我刚已经舔过了，但是它有两个空投，看没有？看到了吧？此时小新还想准备找下一个空投，不料这时却来了三架飞机，估计是拿下太阳基地的人，从外面转了一圈，掐准点又回来了。见此，小新也是大方的把另一个空投让给他们。来飞机了，我操，三个，就能走则走，知道吧？然而敌人很快便追了上来，只见一个敌人直接落在小新的前面，飞机直奔小新的后方，想给小新来个前后夹击。见此，小新迅速的启动飞机，直接加速来到了奶奶家，随即便用 A 大瞄向了敌人，在击中敌人后，因为需要换弹，导致敌人成功上了飞机。紧接着敌人就直奔小新而来，小新立马乘飞机来到了水塔上面，反手就是一击将地上的一个敌人打倒。与此同时，敌人的飞机立马又朝小新这边驶了过来，小新也是迅速的返回到了奶奶家，同时一狙直接将倒地的敌人补了。敌人的飞机有如虎皮膏药，立马又沾上了小新，小新也是紧接着再次启动飞机来到了水塔下面的防区。此时小新的飞机已经被打得冒烟了，所以小新决定在此处与敌人做个了断，而敌人却敢一个人开着飞机莽过来，用小新的话来说就是你好大的胆子。敌人就这么被小新连打带补了。小新从敌人包里换上了好的飞机，随即来到了房顶，一个大跳跳上了水泥罐，紧接着扔出了两个燃烧瓶，一左一右封住了敌人的退路，立马又掏出一个顺爆雷，直接将敌人炸倒在地，然后再迅速的驾驶飞机来到了敌人脸上，一喷将敌人补掉。我跑啊，并不是因为我打不过你，知道吧？打这个游戏呢要动脑子，不要一个劲的追我，追我没有用，懂吗？小新这场战斗人与飞机配合的天衣无缝，真可谓是人机也。转眼间小新就来到了决赛圈，打出了从开局在G港捡到的珍藏已久的信号枪。正在小新准备静静的等待着空投的到来时，两拨人竟在小新面前飙起了车，这可把小新气坏了。当看到后面车里拉着满满当当的人时，小新便决定不生气了，并给这些年轻人准备了香瓜手雷。可没想到前面车辆由于车速过快，导致了车被撞炸了。然而后面的这拨人不想着救人，反而要灭口。面对着三个彪形大汉，一向行侠仗义的辛某人也是站了出来。仅剩两发子弹的 A 大从敌人盒子又补充了19发子弹，紧接着又从空投里捡到25发。此时小新的装备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了，随手一狙便是一个人头，还瞄我。然而刚想在粉丝面前装一下，结果就被打了。小新在打倒一个人后立马气势汹汹的莽了过去，结果被人家揍得鼻青脸肿，趴在地上找门牙，还好手里掐了一颗烟雾弹，在倒地的一刻救了自己。自救起来的小新在打好状态后随即便上了高点。还有机会。
我们这是最高点，好吧？这把稳了。此时就只剩下最后一个敌人了，该是小新的啦啦啦啦舞表演时间了。这把稳了，兄弟们，来，兄弟们，直接一颗雷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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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靠，没吃鸡。吃鸡，耶、yeah?吃鸡，兄弟们！我让你躲在那里，我给树烧了，兄弟们！我直接钻木取火，兄弟们，给树烧了！吃鸡，兄弟们 ！OK OK。